2012年上映嘅电影《私刑旅社》令唔少观众留意鬼才导演祖高达。佢对于黑色惊律讽刺电影有自己嘅一套。事隔多年，佢再次同女神基斯咸史和夫推出黑色幽默电影《擦眉擦眼大酒店》。近年做女神英雄形象已经深入民心嘅基斯，今次摇身一变做邪教教主。不过佢登场嘅时候成日都骚机，呢、这个究竟系咩教派？除了有雷神赛基为电影新色不少之外，这套戏还有多位荷里活当红巨星坐镇，包括金像影帝谢夫布列治、格雷的五十度色戒的迪高达庄逊、金球视帝专咸姆等。电影以60年代美国做背景，起初有不少轻松对白又有歌听，一个不觉意真的以为自己看着剧情片。事实上，7个行踪神秘陌生男女来到这间有黑历史的湖边酒店，大家各怀鬼胎，即将有大事发生，里面没有个好人，一放心随时没命。擦眉擦眼大酒店已于 HMVOD 上架， HMVOD 日日看日日送。2月22日至2月24日期间，每日在 HMVOD 点播最多影片的头一位 HMVOD 有效月费用户，即可赢得 HKTV More 800元电子购物礼券。立即登记下载 HMVOD， 免费试用1个月。